的经典对决。哎 ，Babs 以前赢过马老师吗？赢过，他从 Babs， 他从马老师手上拿过一次冠军，好像。啊，好强。我感觉马老师是那种调整能力特别强的。对。就是打马老师的时候，明显感觉第一条命可能还顺一些，对对，后面就越来越不行了。但是马老师是通过他那些道具的 set up 去看你的习惯。嗯，对。对。但是打林克就是那个炸弹，没办法呀。好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马老师打 Babs。马老师也不怎么换皮肤哈。啊，对，这么认。我选标，我选标炸弹。但是这个 set up 对还有这个反弹嘛，对，稍微好一点，稍微好一点。而且马老师说打鹰的话，就是不能主动去接近，让他过来找你。但其实林克的打法应该对其他基本大部分角色都这样。好，好，马老师已经到了百分之100。马老师还在下载 Babs 的打法，哦哦，这很极限啊！这个空前，这空前能覆盖的范围真的还蛮广。哇，刚才那个激光被盾挡住，然后吃了个横踢。你看这个盾也是很猛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！上踢接空上。上头接空上。上头。这边收一遍，好，空上空上，漂亮 ，drag down， 好，哦，漂亮。Babs 每次这种，就是他打盾之后的，就是对你后续动作的反应都很快。嗯。哦，漂亮，漂亮的出盾。其实我有去看过真人数表，女鹰的打盾其实没那么好。对，鹰的帧数不是很好，他那个空前只有在特别低的时候，而且第几段才能没有反应。对，但是这是实际的。好，哦，漂亮！刚才是空下，然后接了空前。哦，现在马老师落后一条命了呀。对啊。要说。这个倒说空下，鹰的伤害还是很痛的，就是他要被他抓到打到一套是很痛的。对，哇，就是这个经典的，目前来说马老师的道具对 Babs 没造成什么威胁，他俩搁这儿互相 parry。 对，哦，漂亮，互相反弹。哇，这个横，哇，瞬间又平了。哎，马老师有点小优势，小劣势，有一套的事儿。对，来拉鲁铁腿。哦，漂亮，马老师刚才是马老师的回答，要不要晕？发两针还是挺难的呀，这个剑上马老师反应太快了。哎呀，我两个人打得都好极限呀。对，没有抓两针，读个滚。哦，漂亮，这个确认。上踢接空后，但是这个确认打得确实非常猛，感觉他基本都能确认到。对。不知道是鹰的确认好确认呢，还是这个就是因为他猛，这个确认蛮难的，是吗？对，就是 Babs 太猛了。马老师这把，这把怎么调整？还是战场吗？好像没选地图吧？哦，好，
化了，已经对村庄也接到了。用的这个反射，然后是这个道具布置，造成了不少的麻烦。而且林克其实他本身的就是一波的伤害不算特别高，然后靠这些东西慢慢的磨。哇！啊，这个道具不管用的时候，就体现出来这个优势轮伤害的差距了。主要是林克的地面呢。地面的招都不是，真的都不太好，对，都是靠毒。哦，没确认上这个，是不是百分率太高了？他应该是想回旋镖，如果你闪的话，回旋镖可能能打中，但时机没把握。哦，漂亮下击，刚才是一个打到了板下的下击。刚才是抓两针吗？感觉很像，就是他打到了板下。哦，漂亮。哦，那马老师现在师啊，上臂用的有点多了呀，他还没到极下限呢。我刚才想做空前一上臂的确认。哦，漂亮，这个铁腿有点猛。这个铁腿持续真太长了，基本除非滚，不然他都能打到。三连回旋镖。马老师，175还能打出伤害吗？但现在鹰要击杀已经很难了，他已经没有击杀招了。他只能用一些。对，就只能硬摸。哦，这也是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没有那种力回中可以摸的击杀。哦，漂亮，哦，没死。DI 回来了。是这个 DI， 炸弹。哇，炸了吗？差一点点。我刚才有一瞬间以为马老师要反向上臂了。哇，贪了，真的。哦，就是鹰，它好像110到150之间是一个类似于击杀的真空期一样的，就是上体和下体之间有什么。它那个下体。打天空的击杀力度还挺高的。现在两个人基本上是五五开的状态。哇，漂亮 drag down！ 哇，漂亮！这是真入陷阱吗？嗯，没办法，马老师，玩一颜色。对，那你踹我，我砍你。拉鲁铁腿，哇！这两个人，危险！哎呦，晕了，哇！哎呦，差一点没有晕到啊！啊，这两个人在这个场边，俩人秀呀，这个真是秀我秀，拼的好凶啊！啊，现在buff优势又很大了，看这波场外啊，哦，闪过去了。现在林克也是啊，马老师是上臂的时候摁住下，他就不抓边，所以能打多打出来几下。嗯，现在马老师的摆动比很危险。马老师刚才想读一个凹一个 S， 没凹到。哎呦，哦，差一点。哦，看这波守边轮。炸弹，哦，炸弹在那边。炸弹，主上弹。哦，林克这个横技其实他持续针也很长，嗯，是五针吧，我记得好像和库巴一样。啊，哇，炸弹来了，漂亮，标准结局。确实，这个星际，哎，就那个 Space Animal， 他们这几个动物回场都不太行。对，他轨迹比较固定。对，而且他要先续一下，对，先读一下。那么是这把选什么地图呢？好，哦，战场，但是战场对林克来说也是一个，也很优势啊。他那个炸弹放板上也很难处理。哦，不过英可以用下臂把炸弹踢开了。英可能那个，他觉得那个板，就他连招会好。对。
就是刚才说的鹰的找打盾其实帧数不是很好。马老师今天很喜欢用上帝啊，上帝出盾，我感觉空恩出盾也行啊。可能啊，空恩肯定可以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帧数的，就是是不是他把握不好距离，就是上帝比较保险一点啊，也有可能。哦，漂亮。瘦身没有追到，瘦身，我的瘦身平常不行。哇，好险！现在马老师是不是已经过了那个？哎呦，漂亮！刚想说他过了鹰那个击杀的百分比了。两下 ，back down 再抓。哇，伤害打好足。哎呀，这是不是马老师那个，就是他摇杆跳没关，就那种经常出现的失误？哇，马老师现在有点危险呀、啊。对，这条命再被拿的话，就真的太危险了。感觉以前很少见到马老师这样的上帝出盾。哇、哦，漂亮，抓了一个正常上吧。这也是抓两针，正常上盘好像是一针暴露，两针两针、哦、两针，对，哇、哦、漂亮，什么凹起来的吗？我觉得这种忽然的 S 就是也是非常体现选手水平的，确实，哇，伤害要来了，哇，说好听点是毒。哇，连起来了，马老师已经，难道说完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马老师抓两针吗？想要一哇、哎我刚才打马老师续了一下，刚才那个上气打空后是不是就死了？有了吗？有了、没有没有，哇确实有了。这没想到允的对象互换了，还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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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百分比鹰击杀比较难。哇，毒空前马老师现在自信起来了，回来，哇，可以叠回来了，炸弹吗？炸弹，炸弹吗？能回来，能回来，毒啊，但是这个百分比鹰很难受啊，什么都杀不了。哎呀，这个滚，哇，太极限了！ 哇，又是这个，又是一个两针。马老师没想到反败为胜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而且最后那个压力真的很大，对，压力太大了。你滚的话，他也可以。